Don't you cry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这个花点时间呢、哦，在这个所谓即兴上面呢，哎呀，即兴上面就是，其实即兴呢、哦、这两个字眼呢、哦，这个已经算是玩音乐的呢最高的境界了。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想想看嘛，你如果每天都弹一首歌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很烦的嘛。所以你一定，尤其是对乐师来讲，他一定想办法，就是施展他这个技巧方面啊，也许把音给添多一点啊，这些，这就是即兴这样。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、啊，就是，所以这个。要花很多时间了、啊、能够即兴这都是已经最后面的事情的这样的、而且你开始弹的时候、啊、就好比说我常常讲嘛，我比如说我弹这个像5年以前的弹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根本都不想看的这样的、就算我自己弹也是一样，我都不太想看了，因为你可以就好比我现在弹的好了，我现在弹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即兴的，这比如说就好比等一下我即兴 summertime， 可能5年以后我也不喜欢弹的，也不喜欢看我自己的这个弹的，就这样子，它不断的那个好像不断的成长进步就对了呢。那你如果说是你如果还在看的话，表示你的进步啊，你的进步就假如说5年好了。像小时候，像5年以前我弹的，我不想看，表示我当然有在进步、啊、那我如果说还在想看5年的东西，那以前的东西还觉得还不错的话，那已经表示你都没有进步、啊、好了，我们现在先用这首歌来解释一下了，就是因为我唱 A minor 也可以唱上去，不过。用 G 慢了好，也稍微用 G 慢了好了，我唱的比较顺一点的 ，A 慢了也可以。好了，有时候像这个 G 慢了，有时候音阶对不对，会更好弹啊，就是更有那种。就是比较更有味道就对了，它这很奇妙，就是琴键啊，像这个 G minor、C minor、F minor， 也就是降 B 啊、降 A 啊、降不降 E A， 它的味道弹起来是绝对比这个 D minor、A minor、D minor、E minor 好一点这样的。所以以前我常常看到有一个是老外说是，你如果想要弹一些很有这种蓝调的味道，很有爵士味道的时候，他就叫你说用降E调弹的。那时候我还听不懂，也没办法体会。后来真的是，因为降E调的音阶对吧，很好，他那个很好弹，尤其是黑键啊那些东西啊，很容易表现出来呢。那你如果全部在C调上面对不对？它就是很奇怪，就是结构啊，结构就是每个乐器都有每个乐器的结构，这样的，就是没有味道，就是绝对没有这个上面讲的好听这几个调呢。像这首曲子啊，当时尤其要配合贝斯啊，我最近在松山社大的，我们有一个贝斯手嘛，最近也去常常支援那个美少女那边的，那他弹这个贝斯的话就有贝斯就差很多，因为
你一台琴对不对？你要假如说你贝斯要弹那个很累啊，就是那。就是拉曼呢，等等，这样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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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一小节，就两小节就对了，弹一个循环的呢，也就是每一拍啊一个点就一拍这样。这已经四小节过去了，再一遍。搭起来就很好听了，正好是这个属于巴萨诺瓦那个节奏。也顺便讲一下，就是所谓蓝调钢琴，对不对？蓝调是蓝调啊，蓝调钢琴的时候是这个，只要加了蓝调钢琴，就意义不一样。这蓝调钢琴是指专门钢琴的呢，也就是蓝调钢琴专门就是他这个左手啊，比如说他的特殊，因为他左手一直 stubborn， 就是 solid， 一直固定的循环这样的，只有钢琴，所以才叫蓝调钢 blues piano。 那单独如果不加个 piano 的话，就是 blues它就是很广，它什么都可以就对的，不是指定那个钢琴。可是蓝调钢琴 blues piano 就是指定，就是钢琴在用的，所以钢琴这就是固定的这样的，就是没有贝斯手就对了，没有贝斯手，所以钢琴就比较累。钢琴你就像这个还好弹。这些以前我都教的，这个就比较固定的，它就比较，所以它变变慢慢慢慢的，就等于说是慢慢那个四维就对了，因为太辛苦了。贝斯啊，左手一直固定的弹，不管你弹什么拍子，对不对？它就固定在那边的，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好，而且你就算你对了，有些人。他就苦练啊，练得很熟，就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弹起来好像很不错呢。那个因为很满嘛，左手又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可是玩到后来，你尤其是他们这些这个玩蓝调钢琴的这些，他也指定的固定弹他的曲子，像这些很熟的歌呢，他就简单讲，就好比说，我再比个例子，就好比古典钢琴一样的。古典钢琴，蓝调钢琴就好比古典钢琴一样，就左手啊，它是固定的东西这样的。你变成要练，懂不懂？像古典钢琴，你等于说要练了、啊。你练完之后，当然是那首曲子你特别厉害就对了。什么什么什么那个，反正你不是常常看到那些人左手啊、右手啊，这个两手配的密密麻麻的，那个都要练的。古典钢演奏曲那些东西的，
那很辛苦啊，练了半死，然后练完一首就一首而已嘛，就那首歌你很厉害，剩下你要玩一般的曲子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是，所以说未来越来越思维呢，这样子。好吧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就刚用这个好了。你看左手像我这样弹的，那我如果贝斯左手在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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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对不对？那更何况如果在即兴，那太难了，那花好多时间练的，而且练那是死的呢，因为你右手一弹，左手就配了半配不上去了，太辛苦了。好，那以这首歌来讲，那这个像这个巴萨诺瓦呢？你看我的左手就可以这样很固定的弹下去，主要是靠右手这样子。Summertime, and living easy, fish jumping, and the cotton is high.Oh, your daddy rich and your mama good looking. So hush, little baby, don't you cry.就大概哦，
我刚刚谈了半天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些。那是那即兴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你一定要有这个节奏啊。你所谓那个节奏跟这个和弦进行啊，两个你一定在心里面的、啊，心里面带着你这样的。你假如说你只有和弦进行，你没有节奏，你也没办法呢。你有节奏，可是你没有和弦进行，也没有办法呢，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，以前我不练了很多那个，常常即使现在也是一样，像你们常常看那个，我订什么 Johnny May 的那种有没有？他那个钢琴啊，他很有名啊，在美国也是很有名。他常常会寄东西给你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都是寄五线谱的，比如说像就假如说举这个例子来讲啊，他会比如说啊，这个假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是 G minor 四小节，对不对？他就把音给写出来呢，用五线谱这样滴滴啦啦。可是呢，你练的半死，对不对？你事实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。你不知道节奏呢，你就是一直练他的音阶，那他给你的都是音阶嘛，那音阶等于，那你碰到比如说你今天改的，像刚刚弹巴萨诺瓦，如果我现在想要弹 blues 慢一点的，完全不对，那他也不会告诉你什么这个道理用在什么地方，他只是那我们都不懂这些东西，就拼命练，真的弹的时候你根本一点都没办法用呢。那简单讲，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台语我常常听台语他们讲，就是五太常常形容日本人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日本人啊就是五太无魂啊，就有体没有魂，对，或者是有魂没有体，这样子就是这种意思，就对。其实钢琴也是一样的意思呢，你即使有了和弦进，像这个好了，像刚刚我们讲很简单 ，G minor 四小节，这个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什么东西啊 ？Re minor、Mi minor 两小节，各两小节，都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你要你好了，你有和弦进行，那你可是然后你又有你没有节奏，你无从弹起呢。那最起码这个 Bossa Nova 你知道这个咚哒。但对不对？你有这个节奏在你心里面，这样的。那可是光是有这个也不够，也不行啊。你光是比如像你们这样，我们刚刚 你会打这个拍子也不够啊。你还要等于说每个和弦的音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这个 A minor 不 G minor， 这些你要反应很快啊。你要很快的在那个在你脑海里面，比如 G minor 我们一般就是所谓五声音阶嘛，对，对，就是五声音阶哆来咪嗦啦，就这些音嘛。那五声音阶这个，然后呢，可是你就算你会音阶的，可是你音阶一直用这五声音阶还是觉得不够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然后再加个这个九度啊，所以为什么缩小型呢？缩小型的也很好用的，小和弦里面呢、啊，小和弦它其实音阶用的很广，它不像是。大调里面的大调五声音阶啊，就是哆来咪嗦啦哆，那个有些音还不能用，就是像发的音啊，大调和弦发还不能用，有西也是一样的，西也不能随便乱用。西这个音的话，有时候除非是哆 major seven 才用到，你如果突然加个西或者尤其是发的，你会感觉到那个。都会变掉了，就是味道完全跑掉了，而且你一即兴的时候常常会怪怪的，就对了。可是小和弦是很棒很妙的，小和弦
小弦这个就是九度嘛，对不对？那行，你看这个九度啊，小和弦加个西很好用的，非常好听的。那尤其是小和弦就是这个四度啊 ，re 啊 ，re 的音啊，特别好，特意用。不是G minor，假如说四度不是四 re 的音啊，大和弦里面四度不能用，小和弦里面的四度尽量用，就是很，所以小和弦反而好用，就音可以用的没有比较没有像这个大和弦的牵涉那么的广，影响那么的，就是条件没有那么紧的。那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平常你经验弹出来的，你常常弹弹弹。常常就你发现，哎呀，有些音真的是不太能够不好用这样的。好，那再加上这个蓝调音符，对 ，G minor 的蓝调音符，就是它这个升拉的音嘛，还有个升 re 的音，也就是说降咪降西的音呢，这两个一加上去啊，就不太一样了，就对了，很有就是有蓝调的味道，就对了。对，我刚刚这样讲这些基本，所以很不容易啊，要即兴啊，即兴你没有你没有好多，最少我看能够即兴的、啊、少说要十几年的功夫才有办法呢。对，不是光是凭着你这样练什么那个 K 的谱，每天 K 谱这样的绝对弹不出来的，所以相当不容易啊。你要那个，所以通常看年纪就知道呢，这都是时间累积呢。你像我们不是有一个，我不要讲其名字就对了，有些。